2012年3月17日，佟丽娅与陈思诚在某综艺节目中公布恋情。随后2014年1月16日，陈思诚与佟丽娅二人在大溪地举行婚礼。我们都知道佟丽娅是个好演员，是个好妻子。在陈思诚没有出轨之前，他们俩的爱情让很多人都羡慕。只可惜陈思诚出轨了，这才让丫丫变得难堪，决定和陈思诚离婚。丫丫忍不住提出离婚要求，陈思诚则淡定回应三个字：不可能。据小编了解，如果陈思诚不同意离婚，丫丫可以选择走法律程序，只不过到那时就更加难堪了。